现在演唱这一首《对美伴侣》五六七八，这多了五六七八不要。站在我这个偶像教父、铁血教头今天的评语，有没有买我的唱片？那时候没有钱买唱片。对不起，等一下我拒绝你的回礼。可是我的 MP3 就全部都他们的歌。你那时候就下载？你什么烂东西啊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孙总频道。我的经纪人修毅说，红的网红都要记录一天的生活。今天我们不免俗，也来一个孙总的一日生活。待会呢，有综艺大热门要来录一个单元，新人接受前辈的考验，铁血教师绝对不会放过他。待会见。今天到底是谁来做客呢？欢迎光临。哎，是，我不认识你哎。我准备一个自我介绍，为你设计的。孙总你好，我是流星雨，我有招牌的微笑，还有110的大长腿，个性大啦啦，高雄天真，希望能把快乐感染给你。你是悠悠台的长腿姐姐吗？表现像悠悠台啊，我只会讲真话。我也是请你建设好才进来的。那刚才不是拿什么要给我看吗？哦，我要拿我的照片，就那时候被媒体报道。这什么鱼啊？萨巴提。萨巴提这么大只，为什么没带一条来？乱入人家没有带礼物，那出去出去出去。今天呢，就是要来进行一个任务，速成偶像训练。偶像训练没办法速成哎，真的。偶像教父在哎，偶像教父也没办法一直叫啊。各位粉丝大家好，谢谢大家。现在我的订阅快超过40000了。我帮艺人得过这么多奖牌，我自己只得过德州扑克的名人赛冠军，所以我希望马上可以得到朱本的10000奖牌，需要各位帮忙订阅订阅订阅，分享分享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我先看你口条好不好？我去念偶像第一句，我拿什么就要给我卖什么。这个是，我说开始才能开始啊。好，准备5、4、3。今天流星雨要来卖什么呢？就是我手上的这个开运盆栽。大家都知道过年快要到了，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哦。大家看看这个盆栽，你也不知道后面讲什么。年年有余啊，卡，重来。不好意思，导演，从年年有余接吗？训练没有卡接啦。3、2。OK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流星雨。哈，你今天不是主持人，购物专家。3、2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购物专家流星雨。我是购物专家就好，不要你们啦。钻石太多，打需要一个棒子吗？不需要，爱的小手伺候。大媒体会说我边打美女。3、2。重来。不及格，不及格，不及格。讲的好像干巴点。好，第二个关卡是，那我来唱个最经典的好了。当你说今天的烦恼，当你说夜深你睡不着，我想对你说，却害怕都说错，好喜欢你，知不知道？上课还不错，对你还可以，所以你真的要走这一行。不卖鱼啦，但是记得带丝木鱼来。没问题。还等你好，我看一辈子也不会送来吧。我就送来。立刻。我叫得着我。有一段距离。那可以询问孙总，有没有什么可以纠正的地方？讲话不要乱动，因为你是新人，不管在做哪一段的 open， 都要讲你是谁，让大家记得你。编剧宣传单曲，你就要一直讲啊，等到机会就要唱啊。还有什么要请教吗？我不敢了。机会很难得。太多了哎。太多，那再训练吧。那我可以唱一首歌给你听吗？你刚才不唱过，你刚才不是唱过了。下一首。大家好，我是流星雨，我现在演唱这一首《对美伴侣》5、6、7、8。就多了5、6、7、8不要。对。水里面怎么呼吸？没了你，我始终无法放弃。大海中寻找你，水里面怎么顾虑你心情？想与你漫游世界，没有你我哪都不去。你那些小动作都要去掉，要站得很大方，千万不要自问自答。
记得讲话很多废词不能用，不要讲叠字。你不去改造这些缺点，大家为什么喜欢你？你跟大家都一样啊。请孙总帮我做个结语，看他能不能通过偶像的测验。站在我这个偶像教父、铁血教头今天的评语，再训练。你有太多缺的巨星的特质，你一定要有自信出来，眼睛要充满光芒。所以今天你的任务失败。谢谢孙总，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加油加油，谢谢。演艺圈有你们这些生力军，加油。我同辈会有惩罚，听到那么大哥来这里了，还有惩罚。其实人要聪明，今天表演的这些，在录影那天你可以表演得更好，跟宪哥讲，我也要上书，这不是一种表演吗？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再见。刚才刘雨昕相信得了一个很大的震撼教育，不让你过关，你回棚内才有再表现一次的机会。新人就是要不厌其烦地介绍自己。我要下去另外一个行程呢，修仪要我去宣传我的乔杰利 2.0 还有新创基地，我要去工作了。Go！现在为什么坐在咖啡厅？这个就是我以前在交代我的经纪人，找到艺人是不可以在他们的工作单位等，那很丢人，那表示不大牌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在咖啡厅准备喝咖啡，我要喝咖啡喽。谢谢你，对啊，今天来帮我们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不会了，不会了，哪需要做反纲？对我来讲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应该不用啊，生活压力也大。而且我有讲实话的，你们不是喜欢听实话？对呀。哇，好久没来这种大楼，这最少三四十年以上，以前的房子才会这样。你对我，我对你。现在呢，就是播客在播之前的忙碌，因为他们呢，不见得在哪一个录音室，每个录音室呢，他们就要开始了解。播出前叫手忙脚乱。现在播客是打，然后我们的录音间都是用租的，然后其实大概就是我们进来之前还有人在使用，所以我们就要重新 setting 一下。啊，可是这边有沙发，所以孙总可以比较开心，然后比较舒服的录。这是他讲的好听话，因为录播客没有钱，很穷，很穷才会到处租录音室。他给我坐沙发，就是希望我可以忘记这一关，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个播客，这是我伟大的经纪人接的，因为他跟他是好朋友。经纪人不会很要求，不会很鸡，就是牺牲艺人，这是我一辈子没看到的手忙脚乱。他可以吧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一二三四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是孙总来了。OK， 真的是重心十足。那我们要开始了。OK， 没问题。我开始闲聊了，耶、yeah ！三、二。嘿、hey, ，欢迎今天收听我们记者不读书。是谁在好玩？哎、hey, ，这是一个记者互相去做虐待的一个节目啊，互相伤害啊。今天有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哦，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就没有罗志祥的八卦；如果没有他，我们就没有五五六六。我们今天孙总来了，孙总，大家好，我是孙总来了。如果知道你们只有700个订阅，我就不来。哎呦，那这样啊，新创才刚开始啊，人家我 YouTube 还没开播就破1000，那怎么我们没办法？好了，谢谢孙总把 Podcast 第一集献给我，所以以后不要接那种不要钱的。我终于知道播客是什么了，穷人家的电台。83 Club 那个时期，我大概小学生。有没有买我的唱片？那时候没有钱买唱片，我那时候才6年级。那对不起，等一下我拒绝你的回。可是我的 MP3 里面全部都是他们的歌。你那时候就下载？你什么烂东西啊？你从小就这样，你后来还干记者。接下来我们两万见啊！啊，两万见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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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厉害了！录节目就是顺着感觉玩，好好玩就好了。我们就是不读书，我才是不读书。60分跟100分有什么差别？还不是都欧趴？谢。这是我最后一个行程，老板想再看看我。我们已经到了年城车行。今天特别找了全台湾最好的钣金师傅。孙总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全台湾最好的钣金师傅，阿宗师，阿宗师，阿宗师。好朋友，所以无业配哦。今日是要来跟伊食饭，有伊甲讲吼，家里肉面店非常好吃。所以我们最后一个行程会停留在牛肉面，表示我今天就工作完毕。各位看一下他的装修，
他说是吃牛肉，特别把海跟很多。来，各位来看一下，我们现在要吃牛肉。相信吧，牛肉面店也在卖饼。他是做饼起家的，手工饼干。他本身说说，我本来以为是桌店，原来他就是美女。老板要我们吃最顶级的。老板对我很好，他给我点1290，这里最高级的牛肉面。所以你看，桌上除了茶杯，只有我有一杯开胃醋，等级不一样。就要你开胃。王五，各位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叫清炖半筋半肉，这叫红烧牛肉面。你看老板自己那么省，让我吃那么贵哦。没有，我是不能。而且他吃细面，没有，他是香港的那种。哦，对，香港做法。我吃菜，我吃菜。好，来。不少，我也要改变我粗心忙碌的小小缺点。哇哦！看到这个面，我一定要加。这是1290的面，这几根面我吃得饱吗？这对我来讲叫几根面？让老板请我1290，回去还要吃泡面，对得起谁呀？但摆盘还不错了，我先吃好不好吃哈？味道还是不错，但是我一定要加面。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吃饭，就不录了，我要去上厕所。慢。这是什么选择啦？只能说因为母亲的身体也不好，所以我很赞成优生学，因为生下来你们都不知道多痛苦。就像有些朋友亲戚来家里，哎呀，妹妹好可爱，干嘛？我都开玩笑送。要养一个这样的孩子，很困难，很困难，真的很困难。